现在吃的是什么饭？排骨饭。哇，看见没有，这叫排骨饭，刚才那个叫五花肉饭。纯肉，你是那个阿斌吗？关注我了。我从你四千粉丝都关注了。感谢感谢，那我请你喝个冰峰吧。谢谢。我不太行。继续干我的排骨饭。排骨好吃不？好吃啊，真可以。今天是老板来上课的。那今天又给老板来上课来了。你咋这么说的？我看过你的，咱俩刚一过来我就看你这给老板上课了。自己消费，这不算上课。假蜜饭，我刚就说我能吃完吧，你不相信？真厉害呀，太老第一次见，我也觉得我的饭咋这么香。两份排骨，两份红烧肉。好。多少钱？我这太晒了，要么咱去坐外面吧，好吧？选个冰峰。啊，美得很！你知道这，一般人他想吃他吃不下去。不过虽然看着肥肉啊，但人家这个肉做的不是特别腻。你知道我接下来是什么东西吗？排骨饭，绝不绝？啥都不说，你就光干这碗饭，诱惑人吗？嗯，又过一口纯肉排骨，真没骨头。很肉，嗯，满足。这个没喝完，咱退了。走，哎，第一次退冰峰。